奥妞就是两个字，矜持。放开宝儿，虎哥。英雄，跟你拼了！啊！我不敢再跟你争宝儿了。我叫费英雄，今年25岁，是一名漫画绘图师。在我完成我第一本漫画《功夫联盟》那一天，我就做了一个决定，我要给我多年的梦中情人宝儿一封表白信。就是这个决定，改写了我的命运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，局长你没事吧？我没事没事。我帮你吧。哇哦，哇，这什么时候画的？我刚刚随便画的。哎，学长，这画的是个什么故事啊？是个穿越题材，黄师傅、霍大侠、陈阿珍、叶问，到了现代行侠张毅的故事。宝儿，校长好。表哥，这是英雄画的，四大宗师穿越到现代，很有创意。画了很久啊？没有没有，是组长让我画那个流氓是怎样练成的。不是我说你啊。是不是又见男神才画上的班？走走吧。我想了很久。此外，冰姐，你今天好美哦！别嘴甜啦，干洗我知道。有葫芦娃，还有孙悟空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！你再不表白的话，宝儿就被张鹏抢走了。怎么会啊，姑啊？哎呀！所以呀，你现在要做的是约人家出来呀，逛街、吃饭、看电影、领证、结婚、生小孩。一姐，一姐，哎。什么事？我也要开始了。马上！我跟你说，女孩家青春有限，不等人的。大学4年你都没追到宝儿，你念的是什么书啊？我帮你一下吧，啊，这个拿去给他。太快了吧 ！Happy birthday to you， 姑妈知道你今天生日，拿着蛋糕去她面前许个愿，把心里想说的说给她听。你说不出口，写情书。英姐，英姐，找动作，宝儿的咖啡少糖多奶，马上来了。要不是你表弟生病需要钱的话，哼，我早就走了。真是的，加油。Thank you.
谁都不练，你还改不改了？亚生呢？什么东西啊？没有。你还没吐东西？你在我那边放什么呢？我没放。你们练是什么？你喊什么名？你放错了。你给我拿出来，我看看来。我你拿出来，我看看来。你拿。就他偷东西还耽误，我真的没有，我真的没有偷东西。哎呦，你看啊，我没偷东西。让他，不可能，英雄不是这样的人。我以我的人格担保，虽然他很穷，但绝对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。虽然他很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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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穷。很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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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，很穷。哎呦，你看啊，我很穷。你给我滚！社长，小费平常很乖的，我看有误会，是吧？听说你儿子病得很重啊，干活去，干活去！你们都愣着干嘛？干活去！黄师傅霍大侠惩安之夜问，你们不是行侠仗义吗？为什么不来帮我去保儿？啊！张鹏，你王八蛋！你为什么什么都有？我为什么什么都没有？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要你们这些功夫英雄都来帮我！我的愿望是。年轻人，你是谁呀？你找我们干什么？师傅，你认识他吗？喂，两个眼猴搞了我。那我就当你们都答应我了啊。我知道我这样的要求是有点违和，但我一定要在两个男人之间选一个。你明明安排了黄师傅跟我青梅竹马，为什么又要安排我跟那谁相遇呢？你既然安排了一个新的，又不拿走那旧的，我很为难的。抄我！阿七，小心电影机！是师傅。韩生，狮子摇头。阿七，赵阳，住！
配上他了，看来这司天风要带走他了。明白，如果你安排黄师傅出事，那我就跟那个谁在一起，但是如果黄师傅平安无事，那我就跟这个谁一刀两断。阿金，是师傅。是，黄师傅来了。哎，又来，你啊，不要，千万不要让黄师傅赢。小姐，吴英九。你真的这么狠心，让我跟黄师傅一起过余生？你今晚找人把这封信带到上海，交给那谁。小姐，你真舍得跟那谁一刀两断？既然上天已经做了选择，我就只能放手。小姐，那你就放手。感情的事情哪有那么容易说放就放啊？那要不你自己把分数信给黄师傅，反正上面也没写那些名字。不行，黄师傅等了我那么多年，我跟那谁才认识不到三个月，我怎么忍心呢？黄师傅回来了。黄师傅，恭喜谢谢，恭喜啊，谢谢各位，谢谢了啊。二荣，二宽，二荣，二宽，二荣，师傅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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这是大家生日啊？是啊，是你的，也是我的，也是他的生日啊！对了，啊，今天是初亲人日，是每个人的生日。在西方社会有个风俗叫做许愿，我的愿望是跟您，黄师傅。我不傻，你等了我那么多年。我当然知道你最大的心愿就是想嫁给我喽。好男儿志在四方，必当惩恶扬善，除暴安良。我之所以一直没有娶你，就是担心仇家找上门，连累到你。停！那封信不用送出去了。为了不阻碍你行侠仗义，我明天就走。你放心，你等了我那么多年，我一定会给你个名分的。好浪漫啊。这枚戒指摆在我这里有十几年了，今天见到你心神不宁，我一下就明白了，毕竟你也是老姑娘了。那封信还是送出去吧。什么信？那封信我已经存了十几年了，就是告诉我妈，我们要结婚了。让岳母开心一下也好啊，还愣着干嘛？还不快去！十三，你终于梦想成真喽！我都想有个家。好了好了，好了好了好了。
黄师傅，黄师傅，我是从很远的地方来找你的，你们一定要帮我。我们？你，王大侠，陈阿珍，叶问。我为什么要帮你啊？为了出强扶弱，为了侠义精神，为了一五二。一五二。一五二，你要来帮我。喂，什么一五二啊？你们是什么人？朱伟哥，不要！朱伟哥，朱伟哥！朱伟哥，不要！朱伟哥，没事吧？朱伟哥，不要！摄影师换了。搞什么？抗日神剧拍多了，怎么有轻功的？哎，你哪个组的？别跑！你回来拍戏呀！别跑！你到底是谁啊？哎，我说你呢！站住！为什么追我？我没追你，人家也追着我呢。顶着你个肥呀！这两个谁来的？有没有搞错？你们有没有搞错啊？都不去外面看戏！喂，你回来呀、啊！你功夫这么好，我要请你做我下一部戏的男主角。小心！你干嘛偷袭我？我在救你。哎，不要打了！我怎么称呼？陈阿珍。我妈呀！我还用你救吗？救你还不知好歹！你我啊！喂，怎么称呼？黄师傅。哎，你那么喜欢黄师傅？哎呀，我保证可以捧你做第二个赵文卓。我不知道赵文卓是谁，但是我黄师傅绝对不会做下一个赵文卓，我只做我自己。黄师傅，我是霍大侠徒弟陈阿珍。你是林小丹、霍大侠，我们先离开这儿。黄师傅，走。不要走啊！慢点，没事吧？找你没事吧？看来那个叫张导的是个武痴，他神经病的。你师父霍大侠在哪里？昨天晚上我还跟师父喝酒，喝完之后呢，我就做了一个很奇怪的梦，有一条男的美人鱼来找我帮忙。醒来之后，师父说他也做了一个一模一样的梦，而且我们发觉，我跟师父来到这个叫横店的地方，见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，好像不是我们年代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到了另一个世界？我觉得我们穿越了，这绝对不是我们的年代。哎，黄师傅，你看，来，大家跟我来，这里是咏春武术馆，这是我们最大的武术馆。2018年，来拍一张照片。来拍一张照片。真的穿越了？不是吧，那包大侠。是啊，叶师傅。我是师傅，是师傅。哎，把机器拿过来。哎，来了。危机的赶紧翻来，跳进楼。叶师傅，你误会了。没跳进，等来开饭呢。我真是闻的香味才上来的，我已经饿了半天了。我跟我的徒弟出来找吃的，谁知道我们失散了，所以我师傅，啊，我没跟你说谎吗？这真是我徒弟陈阿珍。黄司令啊，我不知道是谁了。大名鼎鼎的黄师傅，
顶你个肺啊！仲话唔系挑战，一个霍大侠，师傅一个陈阿珍，哇！而家仲嚟个黄师傅添。在下真的是佛山黄师傅。你是不是晓得我跟十三爷个事体啊？我可以反应不详，侬自个当心点。你真的晓得我跟十三爷事体，你哪能放过我啊？噶是。为请教啊，佛山文春，哎，我们可是同乡啊。嗯，叶师傅，请问你的大名是？哎，别问。那他怎么也穿越过来了？哎呀，这事说来话长了。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，梦见一条美男鱼，醒来之后就在这儿了。你也做了这个梦啊？我跟师傅也做了这个梦，他给了我个号码，509，我841，我是152，你呢？33。哎呀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下个月十三姨还等着我娶她过门呢。过门？好，脱单最重要，你先走吧，别管我们了，黄师傅。哎，那可不行，大家都是穿越过来的。先找到那条美男鱼，否则我绝对不能扔下你们不管。啊！你哋走先啦，留低我一个得噶啦。为什么？啊！仲有人穿越过嚟噶嘛？我留低做个接应。还有人要来？请问一下，三国剧组在哪边？你们知道吗？少爷，他们就在上面。哎，死开你！刑警导演来了，走！哎，别走啊！我跟你签约呀、啊！low 啊！给师傅，现在怎么办？这里离大城市近，去看看能不能找到熟人，去打听一下那个梦中少年。也对，黄师傅，大城市兵荒马乱，你还是留在这儿。霍师傅果然是大侠，总为别人着想。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，以后上刀山下火海，我陪你。哎。明明是大帅府的，怎么变城管所了？人家说，十三爷，拆迁，我去哪里才能找到你呢？传单呢？啊，了解一下。梦中人。狗战胜李世石柯洁之后 ，AI 市场再掀波澜。中国阿尔法科技有限公司张鹏在今天宣布，人工智能阿尔法超人将挑战世界武术大赛冠军。是什么？那是？快乐金凑钱。小二，卖相机。黄师傅身上有没有银子？平常我都在家里吃。哎，你这有免费 WiFi 吗？有啊。啊，谢谢啊。给我来三份免费 WiFi， 不要放了。想免费，你们可以试试这个。我黄某人是绝对。罗西，来，走啊！师傅、嗯，那我呢？我们都已经这么熟了，你不觉得像乱伦吗？自己搞定吧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唔使咁样啊！俾
一起来的喽。我请你们吃吧。你们四个这么可怜，我帮帮你们吧。这些钱够你们买车票回老家了。哎，这怎么行呢？拿着吧。这位姑娘真是像十三姨一样善良。没什么好表示的，来，哥哥抱抱。哟，师傅，人家还是个小孩。哦，那请姑娘留下芳名，好让我的后人在2018年把钱还给你。后人？在下霍大侠，我是他徒弟陈阿珍。黄师傅，别问。走了。好笑吗？各位，我有事先走了。还有，别在大半夜扮演黄师傅吓人了。拜拜。这位姑娘真是侠义心肠。哎，雷霆反正是呢，多谢师傅。他靠谱吗？非圣贤孰能无过。各位兄弟，在下佛山黄师傅。你是黄师傅？那么他是周杰伦。行，好好。功夫两个字，一横一竖，啱嘅企喺度，错嘅瞓低。我错了，我打呀！哎，叶师傅真是厉害，不用出手，他就躺在这儿。几位大哥，武艺超群，在下实敢当，我万分佩服。刚才弟兄们打劫了大哥们的钱财，我会加倍奉还的。你赔多少钱给我们都没用的，我们都回不去。你家很远吗？实不相瞒，就算有钱，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回去。啊？一言难尽。总之，我们要找到托梦给我们的少年，才能知道怎么回去。哦，原来你们要找人呐，这就好办了。
我大师哥有的是人才，出五湖，入四海，想找个人，分分钟就能够搞定。好啊，如果你帮我们找到他的话，我们的事情一笔勾销。一言为定，你把托木人的资料给我。我不知道，他只是留下几个数字给我们。我是841。509。152。949。哎，上次你不是说33吗？哎，343。你们利用微信诈骗软件，把所有的数字全部输入进去，三个人一组，看看到底能不能找到。这件事情交给我，你们就放心好了。OK。大哥，是电话号码。你为什么给他们托梦？不是我，这手机是我在地铁上偷一小子的。看来今天晚上有个叫宝儿的，约他在武术比赛场馆见。是他，托梦人就是他。你喜欢喜剧片吗？让我们进去看看吧，行个方便。广东石虎的资料部已经到齐了，少林寺的经书也已经到了。低调，低调。我霍某人一生光明磊落，绝不行这苟且之举。师父好棒。你们还想不想找梦中人了？如果你们不想找，还可以大声些。哎，王师傅，王师傅，你啲钱俾我。13E嘅秘密情人，哇，情信嚟嘅喎。当年农历初七，为人一。霍师傅，找托梦人要紧，不要介意这些儿女情长的小事。霍师傅，13E的事儿没有小事。霍师傅，通讯蒙昧呢。霍师傅，你怎么跪下了？阿珍，我为什么要跪在这儿？师父平生最痛恨的就是那些给人戴绿帽子，所以他下定决心帮你找他出来，切了他胃口。咁都冇解释佢点解要跪低噶喎？有灵感不就跪了？我们一天跪几次了？有什么出奇？有什么好问的？今日系有咁嘅师父，就有咁嘅徒弟嘅。你那张樱桃小嘴，总有说不尽的情话；你那些甜言蜜语，总会在我脑海中回响。当你裂开嘴巴，两排洁白的牙齿又显成咁迷人。你那迷人的秀发，每当迎风飘扬的时候，仿佛万千。够了，王师傅，仲有的。你干嘛弄成这样？阿珍，我为什么要弄成这样子？师父在每一次杀人之前都会精心设计一下杀手的造型，他这样做只不过想表明决心帮你报仇。多谢你。超，你咁了解你师父的？你读哲学定心理学的？什么都读点了。大师哥呢？擦擦先。谢谢。哎，黄师傅，大师哥可能在这边，来去看看。你是不是想甩掉我们？不是，我觉得你们很奇怪。一炷香之后会自动解开。不是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别你雅学。别咩别。点啊点啊对啊，
你点咩借做咩啫？那也是留给你吗？张总，有人找。有人找。叶师傅，看着他。宝儿，你怎么了？我约了我师傅乔山虎来这儿，我介绍你们认识。哦，不了，我只是刚好路过这里，顺便过来看看你。来了。没想到你还是这么关心我，这可是耗费我大半辈子的心血。宝儿，知道我为什么办这个比赛吗？我知道。台子下面有人，是一个人。我是做人工智能的，同时我也非常喜欢功夫。所以今天办了这个比赛？不止这样，我研究了很多年。是托梦人啊！终于成功的研发了一套人工智能功夫盔甲。不管什么样的，只要穿上了这身盔甲，就会变成功夫高手。表哥，支持你。当然，这只是其中一个原因。看他鬼鬼祟祟偷听人家，不像是好人。这个是我亲手做的智能功夫公仔，我努力打拼了这么多年，其实就是为了这一刻。现在我把这个发明的专利送给你。表哥，我……你什么都别说了，我知道你的心里早有所属，在漫画社我就看出来了，是非英雄吧。他跟我们不是一个世界的，非英雄他配不上你。我希望你能把他收下，就像我一直在你身边一样，保护着你。张总，我来了。台底下有四个人。你说什么？一个不会武功，两个同一派的，你们什么人？一个的腿功特别厉害。就是，霍大侠，我真是太厉害了！我画的漫画变成真的了，黄师傅，走！胡师傅，不要动啊！我要拿回十三亿的剑。
陈天旺，英雄。师傅，给他解穴，走。叶师傅，哎，你这个是阎王吗？阎王，哎，你是不是阎王呢？敢面见。哎，哎。我明白了，原来你不是来找我的。是我许愿找你们来帮我的，没想到你们四个逗逼就真的出现了。臭小子，马上给我许愿，让我们回自己的年代。如果不许，你的下场就像这样。叶师傅，这位英雄，请你赶快许个愿，让我们回到自己的年代。我很着急，要问十三姨关于这封信的事儿。好。我们怎么还在这儿？我当然是许愿把你们留下来了。哎，刚刚我出去都要表白了，就是你们四个抛竿，非要把我给拉回来。你们一定要教我绝世的武功，我许愿就是为了在郑鹏面前赢得这次世界武术大赛的冠军。有了这3000万，就没人说我穷了，我也可以配得上宝儿了。你们一定要留下来帮我。你找死！停！行侠仗义，助人助己。你们把他打死了，你们也回不去你们的年代啊！是在古代，你们是四位大侠；在这儿，你们是四位屌丝，跟他一样，没钱、没车、没房子。好了好了，不用多说了，我已经看出来了，你们就是19世纪的消化道。两顿地沟油就能让你们翘辫子，我看还是帮帮他吧，帮他打擂，赢了以后，他追他的妹子。你们回你们的年代，两全其美，岂不是好？对不对？对的，先有资格讲嘢。腾哥，昨天晚上。我碰到了四个武林高手，他们说是因为费英雄许愿令他们穿越到这个时代的。他们还说如果不完成费英雄的心愿，他们就没有办法回去。我今天带他们来见你，我就是想到一条利用他们发财的大计。来呀，快教我绝世武功。那我就先教你迷踪拳，来抢。你看惊喜不惊喜？迷踪拳就是让对手永远看不清踪迹。我昨天看了电视才知道 ，C 罗就是学到了迷踪拳的皮毛，才有了出神入化的假动作，让对手永远断不到球。我就是生错了时代，要不然我每年都是足球先生。穿越？对呀，这是费英雄借机敲诈勒索四大宗师啊！我在他们这里边当他们的经纪人。帮着一块儿夺回他们的马子，机不可失，时不再来啊！涛哥，过了这个村可就没这个店了，宁可赌上身家性命，也不能放过这大好的机会啊！我明白了，教我，教我，教我呀！
没问题，在我们四大高手的调教下，以你的资质差不多30年就可以。30年？30年宝儿的孩子都恋爱了，有没有第二种方法？有，借用外力打通你的三脉七轮。叶师傅，所说这七轮就是顶轮、眉心轮、喉轮、心轮、腹轮、脐轮，最后就是底轮。如果可以成功，一息之间就可以单手之下，一尾渡江。好啊，快打通我啊！没那么容易，据我所知，从古到今还没有人能够成功过，最多只到第三轮。不用怕的，我不怕，没事的，来打通我底轮，来啊！主题特色的，谢谢，多谢，不客气。您这是复试的，是他。您要这个是你东西，我帮你交。我又不是没碰过。那天晚上那位姑娘，参赛的选手真不少啊，房间都满了，是有我们忙的了。陈秘书，我们的房间弄好了吗？哎，好了，张总。哎，是你们啊。怎么没回老家啊？多谢姑娘上次雪中送炭，我们终于找到托梦人了。只要能帮他完成一个心愿，我们就可以回家了。托梦人？嗯。英雄，你有什么要和这位姑娘说的？别过来，就趁这个机会赶紧说吧。没有什么想说的，黄师傅，我这……有我们在，你怕什么？哎，慢慢说哈。宝儿，我其实电话接。小费啊，是姑妈。不知道怎么跟你说，你表弟病情加重了，医生说要动手术，幸好社长愿意把钱借给我。我们跟他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，我们都是普通人。你就算了吧，跟宝儿不要再有瓜葛了。你就当帮我忙吧，这事就当姑妈求你了。好，谢谢。对不起。有什么话说吧。说呀，我看还是明天擂台上见吧。走走走走走。站住！你当天晚上使用的无影脚已经失传了100多年，你究竟是谁？你又是谁？哼，龙一拳传人乔山虎。我是他们的经纪人，像你这种没合约、没保险、没费用，
我们不可能跟你动手，要想动手也成，擂台上见。切，走走走，快快快，快点快点。一个男人，剑都还没拔，就被情敌吓得体无完肤。他还不算惨，起码他知道他的情敌在哪里，而我，连谁是我的情敌都不知道。啊，别聊这个了，来喝酒，来喝酒，喝酒。再喝。我爱你，爱到天地，无论何人爱在你。我爱你，爱情是不是你的能力？我从一开始就错了，错得很离谱。我是很穷，我没钱，我功夫功夫我也学不会。现在连姑妈也告诉我要放弃，我要坚持什么都没用了。飞英雄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敢做敢当，拿出你的勇气来，告诉那个女孩子，你爱她。我是很想说，可我回不去啊。十三姨，你在哪儿啊？没事吧？喝太多了。来，他到底喝了多少？不知道。十三姨，醒了，我没注意啊。我在小经理，快去啊！喂，你醒醒！我明白了，走。我明白了，洪师傅。哎，男子汉大丈夫，流血不流泪啊！啊！啊！对不起，黄师傅。我早好了。偷人老婆是内疚啲噶啦。谁偷别人老婆？梗你啦，唔通我咩？为什么是我？黄师傅自杀，我冇叹气。阿珍冇，唯独是你唉声叹气。阿珍，我为什么要叹气？师傅叹气，因为他暗恋黄师傅。佢暗恋，佢做咩同黄师傅讲对唔住啊？我为什么要说对不起？你移情别恋了吗？谁呀？是他。我。你啊？我没做好准备。你梗系冇心理准备啦。你喜欢十三姨嘛？我什么时候说我喜欢他？那天是天台啊，你跟你徒弟说的。你以为会干生气，我以为。嗱，今次打完比赛的奖金分晒给我，我咪唔讲出去咯。王师傅，你在这多久了？你们说多久我就站了多久了。十三说的没错，你的牙齿真的好白，好迷人啊。不行，我得去刷牙了，否则十三又该嫌弃我了。黄师傅，你们继续在背后说我坏话啊。可以呢，老累死。洪师傅，不要啊！我要自杀，我撞死他！大人，
什么？你个破活该！不要再跑！别让他跑了，给我干掉！哼！站住！还想跑？干嘛？谁？是我，是我，飞鹰熊。你别害怕，我这衣服呢，不是我偷来的，是那个女人她脱给我。不对，这个衣服呢是我先脱给他的，然后他再……哎呦，我在说什么呀？这个衣服是我跟他互相……也不对，稍微给我一点时间，我一定可以的，一点点。黄师傅喝醉了，他哭得很惨。在他心里一直有个心事，但是他没有机会了。十三姨跟他不在一个时代，但是你在，所以我还有这个机会。今天我有很多话要对你说，这些话藏在我心里很久了。并没有偷你的东西，我只是把一封告白信放在你的包里。你也写了一封信？什么叫也啊？哦，没什么。我觉得那封信不够直接，我记得我就把它藏在这个包里的，就是这个包。这个包？没错，就这个包。骗我的吧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我藏得很隐蔽的。这封信，还记得吗？2012年9月1日学校门。这不是我写的。那天天很蓝，风很轻，我做了一个决定，一定要让这个全身都是牛仔装的男生帮我拿行李。别以为我真的柔弱到连箱子都破不动。简直神一般的存在！最后那两秒钟，哎，你看了吗？当然看了。你看什么了呀你？最后那个三分球，压哨啊！太帅了！来，我帮你，我帮你。啊啊我帮你拿，我帮你拿嘛！所有人都在盯着那个球，那个球就在篮筐上，嘣嘣嘣！认识你还没有多久，可一切那么熟悉呢？熟悉你的笑，距离谢谢学长。刚好模糊我心跳。这边有人坐吗？有。路边的餐厅加好满座。第12了。哎，这里没人了，这里没人了，你们坐吧。时间像稍稍晚点呢，一切恰好是巧合，连天气也恰好配合，错过一半一半又一半的车，等你恰好路过，恰好我们同路呢，白月光照影子两个，在这步子偷看你侧脸轮廓，眼光中流传的是爸，
爸。什么事这么急啊？我想进表哥的漫画社工作。你不是喜欢国画吗？什么时候喜欢漫画？学长，又见面了。表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去见过他吗？他跟我表白了。开玩笑，他就是一个穷小子，你们不合适。表哥，我不准你这么说他。别再叫我表哥。我们有血缘关系吗？没有，没有。确认一下，然后在这签个字。打一个，我要一个打十个。请你穿上衣服，赤身裸体对大会很不尊重。不尊重？他呢？这个是相扑的正规服装。我不穿上衣就不尊重，他穿成这样就算尊重啊？先生，下一个该你。哦。黄师傅，黄师傅，这回赶紧上吧！您要把他们打败了，您就能回家了。黄师傅，他怎么了？黄师傅，我听你。什么情况？好好跟人家学学。拳已经失传100多年，你究竟是谁？佛山黄师傅，今日能和阁下过几招，实在是三生有幸。等一会儿，请你千万不要留手，我真的很想被你打死。喂，涛哥，放心吧，肯定没问题，绝对有惊喜。到时候四大宗师随便输给费英雄，这冠军还是咱们的。预备，开始！哎，你们怎么？什么情况？哎，战术，这是战术啊！战术你大爷！你们这次如果输掉的话，我就切了你胃口。用力一点。
我让你打死我，没让你压着我呀，来点刺激的呀。为什么十三姨背着你跟我在一起？因为他知道你是个懦夫。我明知道你们青梅竹马十几年，我还是敢追他。为什么？因为你是个懦夫。说到分手，现在是我都没认输，你认输？你为什么那么容易放弃？你真的爱他吗？啊！不要，不要打他。华师傅，你告诉我，男人要有勇气，女人是要主动争取的。我都有勇气去找宝儿，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去找十三姨？哼，哎呀，你们能不能靠谱一点啊？这次我会被涛哥打死的。哎呦，你答应过会帮我的，男人要信守承诺。我们习武之人应当自强不息，行侠仗义。你不但言而无信，现在连那个黄毛小子都比你勇敢，你还扮什么一代宗师啊？今天就打死你这个懦夫，这样十三姨就不用为难，因为他没有选择。我黄毛人一定会信守承诺，帮助英雄打赢比赛，完成心愿。好，之后我们一起回去找十三姨讲清楚，再定输赢。一言为定。他是我的，英雄，进去躲起来。好，别管，回去。未经过出绝招啊！呢个就一个打一百个。
师傅，宝儿被张鹏抓了，帮我救他。宝儿在我手上，要救宝儿，立刻到 A 区4号电梯。出事了，承让。宝儿在哪儿？在4号电梯。走。哎，杜师，别跑，还没完呢。他们全走了。叶师傅，全靠你了。好，讲义气，你才是真正的一代宗师。嗯，我真系演唔到落去啦。其实我唔系叶问，系你哋全部当我叶问啫嘛。其实我系个逃犯嚟嘅。那你不是叶问，你是谁？叶问。叶兄，等等我们。啊，在那边，以前有个男孩爱上一个女孩，他俩从小青梅竹马。有一天男孩背着她，女孩在男孩的肩膀上说，成鹏，长大之后一定要嫁给他。后来这个男孩暗自下定决心，一定要成为这个世界上最优秀的男人。他要在全世界的见证下对她告白。于是这个男孩离开了父母，一个人去国外留学。回国以后，他成立了全中国最顶尖的科技公司。女孩喜欢漫画，他就陪着她去漫画社工作。女孩喜欢功夫，他就办武术展、办比赛。后来，我把求婚戒指放在了智能功夫公仔里面，送给了他。我发誓，这辈子一定要好好守护他，不让他受到任何伤害。因此，我发明了全世界最强的智能功夫盔甲，要把这些坏人统统杀死。可是，我没想到，在漫画社里竟然出现了一个炮杆，一个炮杆啊！医生，医生，宝儿，等等。要我们四个人打你一个，太高估你，我一个人就够。精武门，请阿珍。怎么，你徒弟每次打架之前都要脱衣服吗？你不觉得这样子很性感？表哥，我求你不要这样。我知道飞英雄喜欢你吗？但我也喜欢你啊，能不能给我个公平竞争的机会？看看什么看啊，僵尸，一个炮盖，一个瘸子，一个暴露狂，怎么了？化成舞会啊！你们以为我会无聊办武术比赛吗？
你们所有人的功夫数据都已经录入到我最伟大的发明功夫铠甲里。第一步是模仿，然后就会计算出破解方案。我给不给啊？阿珍，阿珍，阿珍！师傅，你别再咬我，我好痛啊！哦，你能看清阿珍的动作，可是你未必能看清我的动作。阿珍，黄师傅，够了。我的虚招你也能算得出来？好，万化迷踪。哎呀！万化迷踪！你别动！万万没想到，还是被你算出来了。哎呦！送给你。一群垃圾！霍师傅。没事，他只是破解了我的万化迷踪，但是我的泡妞一定比他厉害。师傅，师傅，没事，师傅没事。霍师傅，我知道你很会照顾女人，如果你能活着回去，帮我照顾好十三姨。说你爱他，他配吗？配吗？宝儿，你说你爱我？不配！
告诉你一个秘密啊，昨天晚上我跟宝儿接吻了。你他妈的！啊！这个泳池的水温是刚刚好。想死！不要打了，你知道的，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情你懂的。废了你。教学孙悟空，快说！有，借用外力打通你的三脉气轮，如果可以成功，一息之间就可以单手之下，一尾渡江，一轮一重天，重重使天堑，底轮均天开，奇轮号天道，黑血出变天灵，起经伐髓骄阳生，方血化黑为红，证明七轮已启动，这是打开三脉必经之路。好小子，好妞啊，颜值也很重要啊。最后一下了，你们帮帮我不能成功。知道了。宝儿，你帮帮他，我你爱他，鼓励他一下。英雄，我要嫁给你。宝儿，我来了，宝儿是我的。啊，放过黄师傅他们吧。这我爱你不就好了吗？为什么说要嫁给他？你不知道婚姻是爱情的坟墓吗？哎呀，英雄啊，你死得好惨啊。宝儿，是我害你没有选择的机会，所以你只能选择我了。我才是你唯一的英雄，你只能选择我。听清楚了没有？达摩祖师就是面壁九年，打通了三脉七轮，最后心力佛法，极身成佛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废英雄跟达摩一样，进入了无念而念的假死状态，七轮贯通，三脉流转，明心见性，重塑真我。敢不敢简单点？满醒复活。你之所以打败了三大宗师，是因为你铠甲的运算速度比他们出招快，而我现在已经达到了中华武学的最高境界，唯快不破。开打了，傻宝。
这个铠甲挺高端大气上档次的，但你说你不去行侠仗义，你不去扶老奶奶过马路也就算了，你说你欺负我这个屌丝干嘛呀？你记住了啊，功夫呢就两个字，武德。武德你没有。我跟宝儿的故事就像漫画里的情节一样，英雄救美。为了自保的大师哥怕涛哥把他切了胃口，拼死站到了最后，结果拿了冠军。叶别问良心发现选择了自首，听说表现良好也获得了减刑。我也许了愿，履行了对三大宗师的承诺，但是他们没有回去，依然跟我们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，直到那个黄昏。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三个。天父，黄师傅已经失踪一个月了，我明白你的意思了，我明天就去上海找那谁。小姐小姐，那谁正在来教堂？想不到你安排的这么周到。小姐，但是他跟黄师傅在一起啊。啊，天父，我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子，两个是不是太多了？十三，我们回来了。十三，我决定站出来，我不做第三者。啊，不，我决定将十三交给你，祝你们幸福。哎、天父，你还是赶快把他们两个人一次性带走吧，这样我就可以安心的和陈阿珍在一起了。陈阿珍？对啊，陈阿珍就是小姐那谁呀、啊？啊！